好，这一支介绍的是爱马仕高定系列的鸢尾服饰会。鸢尾服饰会，对，服饰会是什么？可以就日本的传统绘画，就是服饰会啊。哇，这瓶子真美。对，那紫色的嘛，因为是鸢尾花，鸢尾花的代表色就紫色。是，鸢尾花就是法国的国花，法国的国花，哦，法国的国花。那中华民国国花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非常有名的鸢尾服饰会。对，这是哇，它一开始带出来是柑橘橙花，而且这个橘子是水水非常有肉的，多汁的，很捧干哦。那个油水多汁的，你手指插下去，然后它那个就喷出来了。果肉的汁跟所谓的皮的汁都会有一点点，都迸发出来。那有一点点酸酸的，酸酸的。哇，而且它一直在变化哦。对。不过目前还没有闻到鸢尾出现，对，对，没有粉粉的感觉。哎，其实我私心觉得这个男的可以，哎，这个男的可以，这男生 OK， 对，这个夏天也 OK， 对。哇，来这边可以当喷免费的香水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。当然哦，对，每一天心情都会特别的好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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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来，好，讲一下这一支现在一开始蹦出来的是，我觉得是柑橘调了，就是一个橘子，那是一个皮薄肉厚的橘子，非常饱满的橘子，对，不是那种干巴巴的，对，有画面，对，有画面，好，然后我们一口气就把它剥开，对，然后慢慢的，现在橙花的那个燥感慢慢出来，就把它那个锐利的刺激感开始下降了，下降了，对。鸢尾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耶，有，我慢慢开始啊，有啊，我慢慢开始。那有一点点玫瑰的青色的玫瑰的味道，绿玫瑰出来，是，啊，绿玫瑰出来了。哎，这是好闻哎，这是好闻。因为我最近这一年都慢慢的开始接触所谓花调的嘛，那觉得这个其实还算非常好入手，是非常好入手。我现在是柑橘，然后慢慢的柑橘啊，对，鸢尾花要带出来了，对。那不过它这个鸢尾，它这个鸢尾花哈，不会土，对，不会土，也不会让你有觉得这种粉感，粉感，对，粉感。那因为我之前最近有录一支鸢尾。也是很厉害的，跟伯君一起拍的那一支叫做大理石纹的西爵夫嘛，西爵夫的，这一个叫做阿波罗尼亚，哇，那个就是直接我第一次发现用鸢尾可以把这个太空感呈现的这么好，哦，完全极尽，那个很贵哎，对，贵，对，哦，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拍这些也不便宜，对，也不便宜，是不是，对，而且最主要是它比较难取得啦，对，它比较难取得，哎，我开始整个转鸢尾喽，对，非常明显哦。有点鸢尾的那种粉感，一点点粉感已经开始出现了，一点点出现了。而且它混合着玫瑰，其实这个两种不同属性的花混合在一起，现在慢慢混合调和在一起的，带给你的感受是非常愉悦而且舒服的，对，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，啊，有，而且老实说，现在鸢尾的特质越来越鲜明，对，几乎已经把前面的橘子带走了，对，哦，对，橘子柑那个柑橘真的是前面大概五分钟啦，前面五分钟，对，再就是橙花、鸢尾、玫瑰，是，对，而且它鸢尾越走越漂亮，对，你觉得适合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啊，这个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用，我真的觉得，真心不骗。一年四季完全都可以使用，一年四季完全都可以使用，夏天更适合，夏天更适合，对 ，OK， 好，它可以让你在比较热的气温里面
因为可能是柑橘跟橙花的关系，让你可以冷静一点，是，然后又不会太枯燥无聊，它还是会带给你一些些的花味了，啊，花味，对，大自然的味道，大自然的味道，人只要接近大自然，我相信没有人是会烦躁的啦，对，烦躁的，因为鸢尾，它鸢尾这个特性，其实给我感觉它可以把这种空间感做得很明确，它是可以极静无声的这种室内的感觉哦。可是我同步在这一支服饰鸢尾，又闻到了这个室内与室外之间的交汇。你知道有一个区域，就假如说，你家门外的庭院，你的门呢可能是整个通透打开的，你在室内嘛，室内的阳台的位置，然后看出这个窗外的感觉。如果前面是一片花园草原的话，对，我家看出去就是公园，对，对对对，就类似现在我正在所处的位置，它是室内，可是我眼前看出去，它就如此接近了室外。对，我现在的画面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寒舍就是寒舍夹在两个公园中间，所以我往这边看也是公园，往那边看也是公园，真的。可是唯独你就是静不下来。真是太奇怪了，对，要是我家前后都公园，哇，我应该是真的哦，我应该比平常书读的量是两倍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那我邀请您去我家做客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去吃饭好了。好，去吃饭，又是吃，当然吃啊，不然还有什么好讲的？又是吃，没有啦，我泡茶给你喝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你觉得这一支男生女生都偏哪一种？都适合，真的都适合。我真心觉得都适合，它不会那个花味才是就是媚味太重，你知道吗？不会不会，对，绝不会，对。而且它给你的是那种，因为鸢尾嘛，一定是向来就是高雅知性，是哦，高雅知性的味道。我觉得如果这个去你去参加音乐会的时候啦，或者是哦去这个歌剧院或者是演唱会之前，当然不是那种很嗨的啦，是比较静态的这种欣赏特质的场合，或者看画展，哦，我觉得喷这个完全凸显个人特质，就是那个非常娴静，犹如花照水的感觉。好，因为除了我们必须说几个主要的花调的香水，像玫瑰一定是最大宗的最大宗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白花茉莉，然后再来就是鸢尾了，哦，就鸢尾，哦，鸢尾。那鸢尾一般都比较不人为所知啦，或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好物。因为它闻起来就是觉得粉感、土感，哈。可是它除了像玫瑰之外，是给你一个外放的感觉之外，跟茉莉啦，就是那个香味的记忆点是非常充足的，所以你一闻就知道啊，这是玫瑰，啊一闻啊就知道这是白花的茉莉。对。但鸢尾有时候会让你没有这一点记忆感，可是有的时候你想低调一点，然后不要这么的张扬，不要这么的扰人。其实鸢尾是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，对，哈，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我觉得我刚刚一直讲室内跟室外之间的这个空间感，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明确。如果你实际闻到这一支的话，你会知道我在表达什么。哦，就是它有静的部分，那它看出去又有通透的，哦，这空气非常好。那同时又介于你室内跟室外之间的这一块空间，表达得很贴切。对。好，这支我个人也非常推荐，哦，非常推荐。如果是男孩子，因为这个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女孩子喷了鸢尾，我们也想到鸢尾大部分是女孩子，其实这个男的也可以，我必须说这个男的也可以。对，哦，不是说男孩子或是男性就不能喷花香调的香水。那这个是会让你，我觉得是很好入手的一个男性花香调的香水。是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待会回来再看看它后调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爱马仕鸢尾服饰会，我只有四个字形容：高贵优雅，高贵优雅，哦，高贵优雅，脱俗。一个前面有柑橘，你看难得它的脉络我都讲得清清楚，然后橙花、玫瑰、鸢尾，好吧，鸢尾所谓。传统鸢尾的土感去掉了，更衬托出它的高雅，是，哦，衬托出它的高雅。男孩子用呢，像我最近慢慢这半年都开始接受所谓的花香调了，
因为受了花香喵王的影响，嗯，一天到晚给我洗脑，对，是，然后，所以我慢慢也喜欢了，不管是玫瑰啦、茉莉啊、鸢尾，慢慢我也都可以接受了，嗯，好，那我觉得，以我这个进入花香调可能不是太长时间的人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支，好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支鸢尾浮世绘，有着东方的美感，但是却衬托出西方的花香调，是，好，西方的花香，我觉得。这一支把花香调，因为花多半都让人觉得是很明亮的，就是很明显、很明亮、很阳光。它必须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充分的所谓印象嗅觉，你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花，嗯，你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花。对，但是这一支却不会让你觉得这个花香调怎么样，怎么这么的突出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隐隐稳稳的。然后你会觉得它是非常有内涵，就像我刚刚上一 part 的时候讲到说，他是去参加一些知性的聚会，这个歌剧厅啦，或者是这个音乐会的时候，弹奏会的时候，或者是看画展的时候，美术馆啊之类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穿这个进去，就是呈现给人家知性美的味道，知性优雅、高贵，对，优雅高贵，而且不会用花香去熏你的感觉，对，对，不是不会太香了，太花了，因为用花香最怕是就是很熏，很扩散非常强，非常强烈，然后这个不会，嗯，可是它就是会让人家有一种舒服的。花香感在里面，对，它就是高贵知性的一种花香感，嗯，不扰人，真的是不扰人。但是不要觉得不扰人就是闻不到哦，它是那种静静悠悠平稳的，嗯，的一种香味，哦 ，Yeah， OK， 那你会给它在什么样的？我会给它分数吗？以鸢尾来说，我给它8.5分啦，八点五分。如果这一支，我问一下，它是花香调，不是如果啦，是它确实是花香调。那这一个鸢尾的表达方式，我会给它9分。9分，对，那就是一个知性美的女孩子。对，哦，对，有气质，有气质，有气质，白白净净的。对。那带一点紫色的感觉，对，哦，因为鸢尾花是紫色的嘛，对，紫色的，法国的国花，法国的国花，嗯，法国国花，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你8.8分是吧？对，8.5分了，哦，8.5分，我9分，你9分 ，OK， 好，那这一支鸢尾浮世绘，浮世绘高定系列，好，哦，放在我们桌上，欢迎你来试香，对，看看我们描述的跟你闻到的是不是一致，对，对，好，如果有不一样的，可以欢迎你。随时补充指教，对，好不好？然后找豪哥，好，好，不要找我，我比较忙一点，好吧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